NG。 刚才已经开始了，我们的摄影的还没有开始动作，所以他也制造个笑话。啊，幽默人生，笑口常开哈，大家可以开口大笑，你们要带点脱线啊，带幽默感来看，不要太正经八百啊，轻松的方式来听来看。用有的要意会，用心领神会啊，里面有很多它是具有启示性的啊，让大家去就是开怀大笑都可以哈。好，幽默人生，笑口常开，现在开始啊。哇，怎么跑到这里？哦，刚才按错了。哎，刚才因为是就像那个我们的高铁有时候会倒退，对不对？刚才按到倒退键。好，来开始哈，还没开始就制造两个笑话。来，我们来看哈，你看，老婆，来，我帮你按摩。有没有这个哈？他老婆来，我帮你按摩。帮你按摩是无条件无所求的啦，只有一个，点点点点，有的人际比较大哈，他可能就看不懂了，就不会笑了。好，再来。我要发腿功推倒墙壁前，要先做好装备检查。呀哈！有人看到在发功了，有没有？啊，推倒了。啊，推倒了。在，奇怪，你们那些辣妹怎么一直看我老公？后面这个啊，他在抗议啊，你们那些辣妹怎么一直看我老公？你们到底在看虾米广告？啊，OK， 再来，约会时间超过了。伊人怎么还没出现呢？哦，你看啊，有没有？他正在看手表啊。哦，你们要仔细看这个图啊。看图听故事啊。你看他很仔细在看表啊。哦，我们的文字跟那个图都有连带关系的，只是这样东拼西凑把它凑起来哈，具有一些幽默启示这样哈。所以约会时间超过，伊人怎么还没出现？在故意让他痴痴的等，考验他，有没有？哟，还真的有耐心呢，他还在下面等啊。在。在哈，这是有三张哈，我们先看这三张。好，那再回来看第一张。好，我很认真的孵蛋，你有没有看到这只蜻蜓？它在认真的孵蛋，这个蛋这么大，有没有？哎，它很认真的在孵蛋哦，日以继夜的孵蛋，这代表晚上嘛。这代表白天哈，日以继夜的孵蛋。好，它成果怎么样呢？旁边那个就是我孵出来的啦，有没有？他在孵这里，这边孵蛋呢、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以前的成绩啊。
啊，你们还在那里笑，他是愁眉苦脸啊，为什么他是愁眉苦脸？你看哦，糟糕，明天又要期末考了。这个有四章哈、哦，有四五章，明天又要期末考了。啊，实在混得太凶了，到现在还有一半的科目还没有翻过、啊。临时要抱佛脚，也不知怎么抱才有效啊！所以你看到、啊、他展现出那个愁眉苦脸，有没有？上帝啊，我是你的死忠兼兼活贴的啦，请你显现奇迹吧！有没有？他在向上帝祈祷啊！哎，你看他的表情，哎，所以你们要看他的神韵啦。你们没有发笑的人哈、哦，你没起笑的人哈、哦，就是没有。我说没有一起发笑的人，你没有发笑的人哈、哦，表示说你没有用心灵在看他的，哦，人家这么认真的在演出，所以哈、哦，他跟上帝讲说：“上帝啊，我是你的西东国家瓦贴的了，哦、啊，请你显现奇迹吧。”上面伸一只腿下。哈、哦、好，来。考完了考完了好再来看我最酷的服装、哦、这个老鹰他要表演他的最酷的服装、哦、这是最新流行派的服装组合搭配，怎么搭配呢？请看，里面穿蓑衣，外面配西装，有没有？这个老鹰他就是里面穿蓑衣啊，就请张衰啊，有没有？还要请张衰啊，外面是穿的那个西服，那个燕尾服啊，大礼服啊。最酷的，所以这个以后哈、哦，你如果在那个交际场合、在国际场合哈、宴会场合有看到这个、哦、就知道哈、哦，他们就是有听到空海那个解脱道的人，而且是有开悟的人才穿的。哎 ，OK， 哦，快憋不住了，憋不住，所以他就找个墙角，真的尿尿，结果被看到。所以老兄啊，随地小便罚500。有没有？他正在哪里尿尿？再来，这是机会教育啊！啊，你们不要乱看啊！儿子啊，看到精彩镜头，要赶快把握机会拍下来啊！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啊、哦，看到精彩镜头要赶快拍下来啊！他是机会教育啊，你们不要乱看呐、啊！好，再来，我老婆走路很慢，因为边走路边作秀。老婆啊，走快一点啦！拜托你屁股不要摇晃那么夸张好吗？你看他回头转回头过去跟他老婆讲啊，啊他老婆听到之后就说：“来了来了，好了好了，娘子来了啦。”所以从后面呢、哦、就摇摇晃晃过来，走快一点过来。你们要看前面那一句话、啊，他跟他老婆讲哈、哦，走快一点，拜托你屁股不要摇晃那么夸张好吗？哦、你看这几张组合起来那种神情，在这里有三张、哦、我们先看一遍，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来，这个神韵是怎么样呢？为了响应空海号召，常怀感恩心，所以我身上插着一把香，
我又看到他身上插了一把枪。我不管到哪里，我都感谢天地父母恩，一拜。再来，再拜，三拜。哦，很像哈、哦，你看他这个香哈、哦，他这一把香是在有没有？你看他这一把香是很像哈、哦，然后他这样还要礼拜哎，啊、哦，好再来啊，奉劝大家哈、哦，成败哈、哦，不要太介意啊。如果你能够看得开的话，成败不要太介意哈、哦。就连尿尿也可以玩游戏啊有进没进都没关系啦，不要太在意啦。你看、啊、他前面这不是没有尿进啊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尿进哈、哦，你看没有尿进他也是笑嘻嘻的啊，对不对啊？有尿进也是笑嘻嘻的啊，所以、哦、大家放下那些成败、哦，如果这样，你连小便都可以玩游戏的，啊？调？哎，风啊，风把它吹到一边呢、啊。哦，你以为是它自动调整啊？我们有些人说他是手上调整的，那错误。好，再把他调整过来啊！调整回来。好，再来。以前在台北有一个大幅的看板。那个我这个是那接那个看板啊，不是有看出一副那个叫做小玲嫁给我好吗？有没有？大家有看过这个吗？哈，哎啊，那是一个求婚的一个，然后他又顺便广告这样啊，他要跟他爱人求婚呢，啊，结果他在外面刊登了很大的一个看板啊，他说小玲啊，嫁给我啊，嫁给我吧，啊，我们就透过这个哈。来，我们来看这几张，先看，大家不要上看上面的文字哈、哦，先看这几张的图画。还不要笑，好来，我们来看哈、哦，先看这几张哈、哦，这是我的朋友，他客串演出，啊，真的，他常常跟我见面，常常跟我在一起啊。哦，这个朋友他这时候客串演出、啊、他很认真的演出、哦、很真情的流露、哦啊、用好之后那我就把它配上字幕来跟大家分享、哦、来我们来看他的表情、哦、你看他的表情神情，小玲啊，嫁给我好吗？你知道我日夜都在想你吗？有没有、我们要仔细看他的表情哦。你看哦，小玲啊，嫁给我好吗、哦、你看哦，他这个手用这样是不是很诚心？哪像你们那些男众都不诚心。哦，来、啊、所以你看哦，你知道我日夜都在想你吗？有没有、哦、这副表情，然后再来看他的表情哦，拜托拜托啦。哦，再来，你看他这个姿势，我弹一首猫王的歌给你听，哦，这有没有像那在弹吉他的情况？有没有？哦，而且他弹的还是那种摇滚乐的，哦，来，开始，你看他的表情 ，Are you lonesome tonight？ 哦，这几张哈、哦、
好，我们刚才讲过，那大家我们再回来前面，大家我不用讲，那你看他的表情，然后去体会一下哈，那种可爱。所以你看这个蜥蜴，我觉得它都很可爱啊。常常如果我在那里运动的话，它就在旁边看着我，它的眼睛都会东张西望，还会抬头看，真的很可爱，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一张，这个有五张哈，我们先看这五张，先看一遍，然后再来看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来看哈。来，我们来看这五张。老兄，你在干嘛？我们问他了哈。老兄，你在干嘛？他说：“因为里面有解脱到宝典。”他发现里面有解脱到宝典呢，所以我要深入去挖宝。有没有看到他深入去挖宝？人家是真的认真深入去挖宝啊，没有像有些学员那吊儿郎当，没有认真去挖宝，你看，他深入去挖宝，然后之后他的题目是怎么样呢？学过解脱道才知道，连尿尿，你看他这样有没有像那个尿尿的姿势？有没有？连尿尿，连尿尿也可以开悟正法。有没有？所以这是他尿过的 他有所体悟啊，开悟见法，好，再来，这几张，这里有三张，这是我们明天会播放那个宝贝绿秀妍，我们今天用几张幻灯片来跟大家分享，明天那个是记录的影片，好，来，我们看他们的那个神情，宝贝，你长得好，你们长得好可爱哦！宝贝，你说什么啊？有没有？你看看那个表情神情，宝贝，你说什么？妈妈，我好爱你哦！有没有？你看，很温馨的画面。这一段是温馨、温情、温馨，我们看看那种亲子之间的互动，好温暖、温馨。再来，这个是属于幽默的哈，我们这个有四张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来看，这是属于。幽默的哈，来，这是属于那个绿秀妍啦，绿秀妍我拍下来，那把它们组合起来。妈妈有教我们，这个是小鸟嘛，幼鸟哈。那你们看，最主要你们看它的，这是同一天拍的哈。你们要看它的表情跟它的眼睛啦，看它表情跟它眼睛。妈妈有教我们，遇到空海来摄影，我们要。要赶快装睡，下一张。哎呀，你们笑得那么大声，害我装不下去的啦！所以他眼睛亮起来。本来人家在装睡啊，真的我在拍的时候，他就赶快睡觉。结果你们笑那么大声，他又装不下去哈。在，来来来，帮你按摩，保证你忙叔叔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他这个帮他在按摩，然后你看这个鱼的表情神情，有没有？很可爱的一个画面。好，大家团结和谐啦。就算我们出门旅游遇到车子荡掉的话，一样啊，大家一起推车啦，一样可以推得很快乐，而且还可以跟边推边打招呼啊，
啊。所以哈、啊，真的，你懂得幽默，懂得欣赏人生的话，每个当下你不会起烦恼，就算在推车一样可以推得很快乐，啊，也是当作一种运动，啊。好，这是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了哈、啊。这总共有五张，啊，这是我们一位学员拍的哈、啊。来，这是第一步骤，吵架。生气，你看到那生气，冷战，迅速化解，一团和气。小孩子的纯真就是这样，所以你看哦，我们为什么要恢复那种赤子之心？啊、哦？赤子之心，他就是这样，纵然会有摩擦冲突，哦啊，他不高兴的时候，他会有显现出来，哦，但是哈、哦，很快，没有两分钟，没有两三分钟，很快就化解，啊、哦、啊，大家又是哥俩好，一对宝，好、哦、，OK， 好了，这个。以前好像有讲过，但是没有配合文字完整出来哈。今天一样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哈。这个我们没有指涉任何人啦，你不要自己哈那个什么对号入座了啊。我现在讲的就是说，哎，这是一个趣味的画面哈，有四张，这个有四张哈，我们先看一遍。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是哈，这个形状大家知道这是公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公的它头有比较突出嘛，啊，这是母的，那你看公的嘴有点点，合的点点，啊，这个母的哈有没有？看它嘴巴张开这样哈，所以啊，他就说哈，老婆常常呢碎碎念，啊，碎碎念。我听烦了，就把头转向另一边，不理他。你看他真的头转向另一边，不理他啊！你看他就觉得哇，好像莫可奈何啊。结果他怎么样呢？哇，又来了，一哭二闹三叉叉。你看他又有点无奈的表情，有没有？无奈的表情。然后下一步。好了好了，老婆，你再起来继续碎碎念吧。好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OK， 好了。